看看新闻网。事实证明，有些地方不能坐，有些小朋友也不能惹，否则后果真的会很严重。先来看看这位姑娘的如来神掌，我让你再乱坐。接下来是名震四方的狮吼功，我就不信了，我的飞腿会踢不走你。但是真的没想到，小朋友居然还会用黄沙。有的时候女生发起狠来真的很可怕。而他们打架的招式也比男生更阴险。当然，也可能会遇到美丽的意外呀。